回归。某天上课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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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上课不要吃东西了。只是老师，这不能说哎。哦，那第三位世坚呢？世坚，好，我要看他是不在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同学，我来看到课本第87页，暴雷时爽，事后火葬场。老师在上课的同时，浩浩手机的讯息铃声一直响。听到。阿明吃东西吃得津津有味，不时发出舔手指和发出声音。哦，你们这群学生哦，太过分了！你上课玩什么手机？还传讯息？你以为你有女朋友？看你老师，你北七了，你竟然害我女朋友，以为我都不回啦？屁啦！你哪有女朋友？叛徒啦！叛徒！呜、哦！你呢？上课吃什么东西？拿去分给学生吃。闭嘴！这时，世坚跌跌撞撞走进教室，手里拿着酒瓶，醉醺醺的晃进来。我妈妈在这里。世坚，你要去酒店喝酒了，就不要告诉你那么常去哦。我就不小心滑进去了。号召下，同学们加入了这场多人混战。兄弟们，我上课还会等。让我们欢迎不听课，不听课不行，不要不可以。谢谢大家。